来吧，这么多小花呢，这花花草草的。哎，真不行，你说，哎呀，斗鱼真不行，人家都有定制皮肤，给我啥时候整个定制皮肤？斗鱼不能把英雄联盟买了吗？买个别的，买别的游戏也行，买个游戏呀。啊，不行，腾讯把斗鱼投资了。有挂搁哪呢？三个挂呀！我靠，三个挂，四个挂，啊！我回头一看，四个挂。我真是，哎呀，这回真的是突破了啊！这回一把四个挂，我看看你们这是确实这是什么？这是四个人应该给他们叫什么呢？四驱兄弟，四个挂，四大金刚，嗯。哎呀，嗯，四大金刚可以，四大天王，四大金刚。噔噔，哎。飞下来了，看着没？上面天上飞一个，啊，天上飞一个，剩下那几个呢？剩下的呢？这没了，就一个吗？剩下的被可能被检测出来了，掉线了。这家伙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哎，神奇四侠啊！那前面那一个啊吗？哎，那不是四个挂呀？那他们是怎么完成的呢？那另外那仨人怎么完成的？这把咱就不坏别人了啊！咱就不坏别人了，我们兄弟一起齐心协力，哎，把这一个挂给他淘汰，快点，这咋还不下来了呢？哎，呜呼，快点进啊，快点进。四个人开黑的，啊，四个挂一块开黑，然后一个完成了，剩下三个就退了，是吧？保一个，保送一个，连躲带落，这咋不整？哎呀，这为什么不给团队赛了？我就发现挂一多就没团队赛了，他们是不是有这种就是改图挂？走！哎呦我操！这老弟，这真是一点都不含糊啊！上来就开始起飞，你拽我干啥呀？俺们是一路人，俺们一伙的。你把我拽下去了，那挂不吃劲了吗？快走！哎，别急，别急啊，别急！别急别急，一块往前冲来，兄弟们，我们齐心协力，好吧，打倒这个外挂。呜、哦、快点进啊，
哎呀，过不去了，最后一个，谁是瓜？这个，这小黑豆一个，这个一个，一共俩，他俩，目前已知的就他俩啊，有一个起飞的，有一个直接就是这，就直接就冲刺加速。好，踢足球，踢足球可不是你能弄得了的了，小伙子，你可别在俺们家出现啊！他在对面，他在对面，他在对面，兄弟们，往自己家里边推！我操，还又有一个飞起来的，这易拉罐，哎呦我易拉罐！玩个屁呀，对面俩挂牌一块儿去了，真菜呀，玩用挂都能给我们进一个，走蓝厉害，不要放弃啊，不要放弃，他妈天上飞起来了，哎，黄队的兄弟们帮我们呀，这小狗也是，好像这小狗，这小狗也起飞了，黄队的兄弟们快来帮帮我们呐，还帮对面个大傻逼，真是的，对面俩挂你们不来帮我们啊，还帮对面，不玩了，真的真是，这不早点过来帮我们，赶紧把这挂淘汰了，你说你这最后给他吃鸡，你说难受不难，不难受，还帮对面玩，你瞅这狗，你瞅这狗没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人，你是真是狗啊，你确实你是真的狗，我发现那就我拽你，帮我们他被淘汰，那帮我们他被淘汰，他不帮我们还是被淘汰，那为什么不帮我们呢，帮我们了挂就可以被淘汰了，有一个黄色的兄弟在帮我们，看不看着这个小超人，看不看着这小超人正道的光，小超人，哎呦我操，我球都碰不着，一顿飞呀，看着小超人没，帮我们守门，看不着，你再瞅瞅那个狗，像个傻子似的，你瞅那狗，你瞅那狗，我给你们拽他去，你瞅这个傻子，我今天到底要看一看你能不能吃得了鸡儿啊，别退，看一下外挂，你说这一淘汰直接把俩挂全淘汰了，你说是不是，我们看一看啊，我们看一看啊，全是挂的这些人啊，瞅一瞅，你瞅那个样子吧，你要不是挂你就纯是有点傻，我就发现了，还跳呢，你瞅还跳呢，你跳个屁，人他妈搁这飞你还跳啊，这小黑蛋直接把最后一层全踩没，然后他一个起飞，你看他一手起飞，我操，这又有一个，这已经上天了，这个对面仨挂啊，你说对面仨挂，四个挂，那个子弹也是，这他妈是加速，这个，哎呦啊，一个易拉罐，一个小黑豆，一个天上的花，加上个子弹头啊，来我看看你们今天谁能赢啊，起飞了，这我一下飞上面去了，我看看你们今天谁能赢，你们这四个挂碰一块了，累死你们，我就看这小狗了，我就看这小狗，哎哎，还跳呢，来跳跳，对，跳，我上个厕所回来，我看你掉不掉去啊，哎呦我挺坚挺啊
啊，挺坚挺啊你呀、啊！哎，人家过来踩你了，你咋整啊？你说，哎，人家搁这飞呢，过来踩你来了。我看这个，你们觉得谁能赢？啊，你们觉得谁能赢？我觉得这个子弹头的这个挂啊，不太厉害。我觉得他这个挂不厉害，这个小易拉罐啊，我觉得他也不太厉害。这个黑豆我觉得也不太厉害，我觉得最厉害的啊，就是这花了，你知道吧？这花现在搁哪我都不知道，他是飞在这外太空去了吗？这是。这小狗还搁这呢啊！我看你一会儿踩没了，你咋整？哎，人家过来找你来了，傻子，你说？啊，好，第一是易拉罐，第二是小黑豆，第三是小花，第四是子弹头啊，买定离手。到底谁能吃到了最后的鸡儿？我给你们开个预言得了啊，行不行？这多好啊，这你看看。谁能赢哈哈、啊、谁能赢子弹头、易拉罐、小黑和花啊，子弹头、易拉罐，哎，就剩仨人了。没有啊，这不四个呢吗？不不不，还得再淘汰三个啊，还得再淘汰三个。你们就搁这飞啊，你们就搁这飞，对，每个人都在这飞。这怎么回事？这开始，这是我卡了还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卡了吗？啊？不是，他们怎么回事啊？他们抖得我有点抽搐啊，这。四大天王之战啊，现在目前谁都没有放弃啊，目前谁都没有放弃。子弹头在第二层，易拉罐在第三层，这个小黑豆已经飞到外面去了啊，这个小花已经上天了。回合结束了，谁赢了？哎呦啊，易拉罐赢了。哎呀，易拉罐赢了，到点儿了，好像到点儿了。确实是狠呐，这易拉罐赢了啊！最终易拉罐在第二层，易拉罐赢了。你们那些在第一层、在大气层的都赢不了。还有在外边层的，为啥呀？不知道啊，那谁知道为啥呢？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没开过挂呀。